你是听无人话哟，叫你走就走啦！莫怪佩哥讲你根本无爱我，因为你只是把我当作工具人了，对无？真正无唔对的，你即摆的表现已经完全说明一切啊！小款，承认哦。好，算我刘大弟看唔着人，即摆嘛免讲啥物切啊！非得咱从来都唔捌真正交往过，我也袂过来找你啊！你等一下啦！那都生气啊啦！啊，若无我该感谢你讲哦，多谢哦，你让我做工具人，我足欢喜的。我只是感觉讲咱两个人斗阵，应该着爱像因同款，逐天有时间就会使见面，会使约会。而且，咱每大概做代志，嘛拢是同我替伊出头的。你若是有委屈，我嘛足希望会使做你的外壳的。我就是无想要造成你的困扰。你无甲我聊，我才感觉是困扰。我骷髅来啊！看起来唔那爱暗达大力，莫让骷髅袂当继续搁搞坏去。哎呦，我就是想讲，像你这款遐尔漂白的查甫，会较欣赏较独立的查甫。既然希望我做小女人，那呢我做就是啊嘛，都莫阁生气啊，我是真正就介意你。是哦，那呢，看你要我表现了。刚讲是我用唔对啊。品轩真正介意大力，竟然爱我真少我无爱的人，受够太贵啊！啊，我一生气，伊就要放弃啊！啊，连讲几句好听话按耐话拢唔肯啊！我当然嘛无想要放弃啊！啊，只是我唔捌拄到你这么好的条件的查某囡仔，所以讲面对你的情绪，我一时嘛唔知要怎处理啊！若是无趁即马，把我甲刘大力的交往方式确定落来，以后敢若是要应付伊的情绪哦，我都一定会烦死啊！是嘞啦，啊我这脾气一时都改袂掉，啊拄则是感觉见笑哦，迄性格都规压起来，讲话口气才会遐尔歹。不过我真正无针对你啦。是嘞啥啦？我也无怪你啊，拢是我较含慢啦。啊而且以你成长的环境。你有淡薄仔大小姐的脾气，这嘛是应该的。哦，不是淡薄仔哦，我是真正足骄的哦，而且有当时啊吼，我阁会真无讲道理哦。安尼，你敢有法度忍受哈？当然会使啊。是你哦。是我。我出来啊！你安尼穿，真正有够水的，足白的人的。我感觉心中就要跳出来啊！老婆，我一出来，我就是过来找你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是啊是啊，世伟哪会这么紧就让人放出来？我甲新贤哥拢还未结婚。我真无简单，才伫咧舞会王的面头前翻身呢。伊若是走来乱，我就真正完全无希望啊啦！我牺牲我的青春去用乖，结果你一外头就去甲人订婚。我问你，我要你比真强，咱讲的三面海誓到底算啥？算成语啦。木
怪啊！这五年来，你拢放咧给我看，我搁咧替你找借口，我当作你是一个主播，所以你有你的形象，你有你的名声，爱国现在根本都唔是的，你变心了咧！你来这样咧对待我，你讲啊，你讲啊！哎呦，世伟已经起笑啊！我袂当阁急点点，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甲伊安搭好势。你就是讲，我愿意甲你放手，我的心嘛足痛足痛的呢。若不是客妹甲武山集团有合作，吴信贤要哪有机会接近我、爱着我，甚至比我甲伊结婚？我若是无顺伊的意，得失着伊，安尼客妹辛苦这么久的岁月，唔着拢乌有去啊！你讲啊，我敢会当因为我家己的感情，我这么自私，去害着客妹？我敢要靠其他的选择？爱我嫁予一个我无爱的人，迄种心情你根本就无法来体会。我的心，我的心真正有够痛的，我甚至感觉我无法都喘气啊！王子，你哪会这么好？你敢知影？你安尼我的心足痛的。只要会当为你做的。我拢会无顾一切，就算要我替你去死，我嘛甘愿。孟子，我对不起你。袂阁怀疑我对无？你着暂时忍耐一下，一直到我离开母家，这段时间你着点点陪伫我的身躯边支持我，我着足满足啊。虽然讲我无愿意，我会查某人委屈，为着我出头，也毋过我会过来泡面。我的行为会使让你瓦壳的查某囝，让你卡在等下我的身躯边。你一定把刀咬啊，对不？我来煮物件给你吃。